电甲人人本来拢有具有一个如来本性，安尼可以是如来，有无？咱有如来本性无？有，参诸菩萨拢相像啊。嗯。啊，毋知自欺，若讲咧无共咯，伊不着不，啊，我毋是，我是众生。众生，你就着众生，你是徛在众生位来讲，你也知。佛的个，佛的个体来甲讲，拢总是平等，拢总是一视同仁，拢总是一体同观，拢总是相像。所以如来就是咧甲咱讲明，讲咱人人拢有一个如来的本性。但是心明大法，心明大法，你用啥物去印？用心印心，毋是让你用文字写出来，毋是让你用。口才会当把讲会出来物件，讲会出来物件，拢都毋是，是用伊迄个如来本心参诸佛菩萨参如来的心，而且呾心心相应相契，安尼可谓是如来心明大法。哦，啊，啥物叫做是妙智慧？啥物叫做是妙智慧？就是对于世间一切的人事物，伊的变化彻底清楚了解，安尼听无？对于世间一切人事物的变化，你拢通达甲了解的意思，拢总明白啦。简单讲啦，人与人相处，你拢通达了解，哦，事与事。伊个相应，你拢通达了解；物件与物件个对照，你拢通达了解。所有一切拢总明白、通达、了解，安尼叫做是妙智慧。啊，安尼咱人活在即个世间，你才会参人事物伫个争来斗去。嗯。安尼听无？嗯。你只个，你就是大家拢清楚啊嘛。人与人相处，我予你一无剩三。中国话比阮时代，阮娘哥、阮哥哥、阮爸爸、阮啥物人，对不对？哪有啥好骗？哪有啥无好骗？对不对？哦，事对事，同事之间，大家讲话袂计遐无啥骗，啊好，客聊一下，可以。我见无啥物个，物件拍面，物件实际啥个，再讲免烦恼，免执着。拍面的时阵，咱两个较小心个就好啊。你袂去甲执着，安尼你就是代表你对一切人事物，你拢都是通达了解嘛。因为一切你也发现，所以一切人事物的变化，拢总是幻现发变的。哦，总是发生咱发变的，暂时只咱用的尔，咱唔通去主导。物件嘛是要咱用的尔，你嘛物件你嘛唔通去主导，所以物件拢互咱用。但是你无把执着，安尼叫做坏用；你若把执着叫做死用，叫物件来拍死的。啊，安尼你的心被迄物件叫转去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若无把执着，被迄物件甲转到倒转来，拢是坏用。你变哪样拢总可以用了，无留物件，无必要执着。哦，用好用歹，拢袂烦恼，拢无挂碍。啊，你生活内底面有自在无？有自在无？做不存在，非常的存在。修行就是这样子存在，上会开就是这存在。你上会开，你就出掉，出掉你就发掉，发掉你就当空。空好了，你是带病来，啊，你吃亏上加地。你若上会开，空会下，安尼来，你拢无烦恼，你拢无挂碍，哦，啊，那是你人生心情快乐化，神仙心情快乐化，神仙。嗯。所以妙智慧有三种。单处，三种单处。第一，
三种工作，文字发展、观众发展、甲时尚发展，对吧？发展是就这三个，这三个有不同之间的境界，有不同的境界。咱人用咱人迄这个了地位去看文字，你就当清楚文字背后的意义是啥。一定要用苗地位去看文字，用苗地位去观照，用苗地位去见实相，是无？是不是啊？咱哪有地位？有苗地位去看册，你的册，你才会当将迄本册的经济的寄入，你才会契机呢。不是讲我前辈讲到遐文字发展发展啊？到边头二年一年，我一个人拢知影。但是文字发展是啥？哦，所以文字发展就是少偌济。少偌济的经典来流露出咱人的苗地位，对无？是毋是？是毋是少偌济的文字来流露出咱人发展的苗地位？对不对？少善策来流露出咱的苗地位，少了咱的前辈者来甲咱引导，互咱流露出咱的苗地位，是毋是安尼？前辈者顿顿善了，是要咱怎嘛？互咱流露出咱的苗地位嘛？你有苗地位，你看世间的一切的物件。你拢看甲足清楚，哪来有道亲拄道亲，袂好；哪来哪有道兄弟拄兄弟，中间袂好，是咱人地位无流露嘛。所以呢，少偌济一切经典，也是少上来明心，少文字上来甲明心，对不对？是毋是？哦，少点灯书也好，音波书也好，咱的领域好啥也好，来互咱知影有一个本心本性，好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无前辈少讲啊，侪话要创啥？就是要互咱知影有一个本心本性呀，是毋是？啊、哦，所以呢，咱人。就是唔知影，所以欲做大师才艰苦。我话欲做大师，讲这个话，咱哩做上会使讲听他臭的大，臭臭的大爷，烂爷。对吧？咱人就是无识本心，唔知本心的特性。伊特性是啥？拄食落来讲的，黄黄糊糊的，是清净，哦，无受污染的嘛。咱人就是唔知影。啊，不只无清净呢，咱要换一个位，要找一个清净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只无黄黄的，要找一个所在要变做黄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伊毋知咱本身本性本来就是清净、光化、无著的，无受污染的。咱若毋知向外开始来找，对无？是着咱听有，搁咧找有，是毋是？较找就找几只有，对毋对？即种个是叫做错用功夫嘛。啊，咧伊欲做大师来讲，你不识本心，硬硬硬，你不识本心，你开始向外来找。最单纯，最清净，安尼用这种心要去最单纯、清净净，啊，安尼是真你个较济话，就对你修行会比较好做咯。安尼咱有清楚无？哦，安尼是毋是足清楚啊？对不对？当下离开你去吹，当下这个心就是清净，你原来伊就清净。离开吹落啊！当下你这个心就是你原来真正的本性，
确实咱人无失业的人，无失业以来，毋捌本身，比啥物个早的无定的业绩，甲咱白做的无定的业绩，咱白做，而且咱通卖伊本身本身，而且卖伊本身本身，咱人咱只作业受苦，而且咱多赔了多，而且咱多赔了多损失，所以。即个今仔日学习的因缘，就是要予咱学会咱人伊个妙智慧咯。今仔日这段因缘，就是要予咱每一个人拢予咱学会咱本来伊妙智慧咯。是啊。这意思真好，真大呢。学会，伊在甲你讲学会，伊在何方面吹？就是你头皮，就是你去砍掉的，你就砍掉皮后尾，你落头皮本来的苗地位，吼，头皮咱本来的苗地位，依照本来的苗地位去发展，咱后地位去发展，人在苦境中，心中自己，不管你吃偌济苦，不管你吃偌济苦啦，家家拢有本来的痛苦，无财宝拢痛苦，嘛是痛苦的所在，无财宝嘛无痛苦的所在，有嫁无嫁拢是小事，有嫁无嫁拢总是小事，拢有痛苦的所在无，拢总有痛苦，有钱无钱嘛拢痛苦，有钱哪会痛苦，袂痛苦吗？也是会痛苦。有钱的人，我见人无你行的，你会当包袂，即钱要坐伫底，坐来滚到阮兜嘛，滚到阮兜都见贼啊，假要贼恶的咧，嘿，啊有当包嘛是好好，所以咧，地位利落，你人在苦境的环境中，你吃苦一定要了断你的苦，了苦就是来了断你的痛苦，你会当了断，你就心中要自己，好嘛，你就心中要自己啦，对不对？人在逆境的当中。这就是人生一种的磨练，环境的磨练，家庭的磨练，好不好？人对人相处，意见不合，好不好？但是啊，一个小我代志尔，老爸要离婚，阿妈怎话呢？真简单，你讲发展点就好啊。一个后面转倒，一个后面倒来时阵哦，伊要看伊大，伊要看伊大，袂合就话老爸，吼。规个家庭拢想起空台烧上，好无？你那个人事直接来换咧，要得有地位啦。啊，你要看你看好，阮放看咧啦，阮来面层优先，对不对？啊，无你也是，你也要争大，你也要争大，你也要争大只啊！吼，啊有那个啥环境，环境有好歹啦，对不对？对面人的时阵，对面环境遐尔好歹，我遮遮尔好歹。对面人的家庭的时阵，遮遮尔好遐，变做人生。我到拢红车人使了拢咩哦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所以只要这个立场来流露出咱人的这种妙地位，好、哦，咱流露咱这个妙地位嘛，好、哦，所以种种的因缘之下，拢都是要咱流露出妙地位啦。所以无缘发展是啥物事啊？是不所得的。是这个言教，言语的教化，好无？言语的教化，无论你看啥物经，拢是哦，拢就是言语一种教化，哦，言语一种的教化，对不对？教化要怎啊？哦，啊，我若无生一个男的样，伊叫你就爱生一个男的样安尼尔。啊，我人的脾气我变了一大堆。爱就叫你唔得，改脾气、起毛病，安尼倒转来尔，即叫做言语的教化嘛。咱的前辈，咱的点子书，咱的先知先嘛是拢用言语的教化，互咱成一个菩萨啊，摩诃萨，
对不对？啊，全部做到是拢讲伊个研究嘛，哦，所以拢是研究啊，所以上书伊才甲你讲。